9月26日，私生活方面向来低调的唐嫣在采访中竟大方谈起了老公罗晋与女儿小小唐。对于老公罗晋，唐嫣直言他是至亲的家人。谈到女儿的唐嫣脸上挂满了甜美温柔的笑容，母爱满满。唐嫣直言会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给女儿玩，不过小公主却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我会把我喜欢的东西给她玩，但是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小朋友，就是虽然她这么小这么小，但是她喜欢的东西确实跟我有点不一样。好比说我喜欢 Hello Kitty 啊，但是她喜欢 Minnie Mouse。 面对不同喜好的母女俩，有网友也是打趣评论道，可以玩猫捉老鼠啊。